如意大王，闭眼，闭眼。小虎爷饶命！凌迟改为处长，也是饶命。很快就过去了。只有死人才能真正保守秘密。你死了，就没人会看不起我。那你就去死。我乃朱一卫昔日左使，人心。我去动手，你们要他几时死？大吴吕成公主，杨仪。如意姐，你教我怎么杀人好吗？连扎300次，不许出这个圈子，扎完了你就会。安国长庆侯李同光参见吴帝陛下。我要他，只要他还能像刚才那样让我坐在他身边，我就觉得师父还在。不管他是不是赝品，我也无论如何都要弄到手，一辈子不让他离开。宁远州大王，昨晚我一直在上面，表妹跟袁露说的，跟殿下说的，还有袁露跟殿下说的，我都听见。刚才他在屋里，我在门外。刚才的刚才，他在屋里，我也在门外。你不要吵，吵个毛也没用。刚才殿下屋里噼里啪啦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孩子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不许打听。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可以打听吗？刚才老宁和美人在跟他说了些什么？他怎么脸色都变了？我一直要跟他是孩子，但别有感情。有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弟兄们，我没事，谁也没事，活着呢，生活得很。哈哈，这有功夫啊！来，回头不去，回头不去，来，别装了。习惯来的晚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以外，好男人还是有很多的。比如我，这多好看呀、啊！瞧见没？急了，他急了。你忍住，你到底是不是？他是你孩子的娘啊！我给你个面子。